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erry， 今天是2017年的12月31号，现在我在东京的池袋，就来夜晚6点了，那呢我现在就准备出去元叔和涉谷那里吃东西，之后就准备在涉谷的十字路口那里迎接2018年的来到了。现在已经来到元叔的竹客通了，但是看后面不知道拍到了，哇，那人龙是多到不得了了。其实呢，因为你生日是在1月1号嘛，所以其实我从来都没有试过除夕那天是出街的。都好像是的，到街边小心，好香啊，可能真的是除夕，哇，那些烧烤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烧烤，烧烤，好好好好，十字路口超多人，而且我相信呢条马路咧系唯一一条马路，一个马路系个个人都会举起部手机自拍，同埋停喺马路中间呢一条马路，个画面真系好笑。一行嘅时候，个都系举高个头啊，个相机喺度影。但系依家差唔多准备倒数前咧，所以好混乱啊，周围都可以纪念啊呢个。啊得啦，大得俾魔术师啊！但我完全看不到的耶、yeah! 2018耶哈哈哈哈哎呀不戴了啊，跳著我什麼 Where do you get this? 因為當我們拎著頂帽置咗啲少少嘅燈啊，咁樣咧，跟住小生日帽啊，咁樣咧，去等佢沖完涼出去俾個 surprise 佢嘅，因為一直都同佢一齊咧，其實就好難有機會可以撇甩佢去買蛋糕，所以我就買咗個布墊去插住呢一個 Happy Birthday 牌，咁一陣間等佢差唔多沖完涼出嚟之後咧，咁我就會熄曬啲燈同埋電視啦。咁就唱生日歌，係啦。
咁依家即刻都係準備先。早晨啊，依家咧系，依家十一点半啦，所以依家咧就喺一间我每次嚟亲咧都会食嘅乌冬铺头嗰度。佢系咧比较少呢个汤底嘅，因为佢浓缩嘅豉油汁，有肉骨呢啲，脆卜卜嗰啲叫咩啊？天妇罗嗰啲碎咧。剛才已經吃完嘢啦，所以咧依家我哋就出發去包括田林啦。我哋住喺池塘，所以就要搭去新宿嗰度轉車。而家咧上咗京王線嘅往橋本方向，咁就坐半個鐘左右就去到京王個末站。好似我第一次咧坐車側邊啲打橫坐嘅位係最正，去坐飛機仲舒服過啲廉航嘅凳。到咗呢個京王多摩嘅唔知乜鬼站，以前呢一個地鐵站咧係未翻新嘅，所以係仲好舊，但係依家翻新咗之後咧，就已經多咗好多surreal 嘅裝飾。其實今次已經係我第三次啦，我記得入面有粒粒雪糕，凍我都會食嘅粒粒雪糕嘅話。Thank you. 我覺得好得意啊，個 pat pat 係啊，個 pat pat 生日嘅話咧，係會有一個咁樣嘅牌，好大個咯。抽獎啊！抽下咯，我哋今日生日可能會中大獎嘅。大獎是張台的靚嗰啲，睇下有冇大獎先。轉眼間喺 Hello Kitty 靚就嚟到呢一個篤賣樂園，咁就夜晚睇燈飾嘅。咁佢今日收8:30-8:00左右啦。哇，喘曬氣。咁依家我哋就買咗飛來回500日圓就上山。因為咧著得太厚衫，所以我就唔插麥啦，費事棘到啲線，咁希望收音都 OK 啦。好靚，睇到曬成個景觀。哇，好靚啊！摩天輪啊！哇，成個樂園，哇！趕得切啦，太好啦！啱啱真係影唔切呢個，哇，好靚啊！
啊只狗，总感觉佢会自己冲出嚟嗰啲咯。小老人家。拎住部機出嚟拍，實在會手都僵埋，所以就已經食完宵夜，依家翻去酒店咧就瞓覺啦。凍到我要咁包住，唔知聽唔聽我講嘢。咁呢個2017跨年到2018嘅片咧，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就俾翻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Store.